声《戏迷游街》表演者李云杰。感谢你。这个刚才是评书的小段叫《狮子楼》，这段呢叫《戏迷游街》。有老相声迷啊，可以，咱们现在就是德云社呀，这么多演员，好几百位，可是这段《戏迷游街》呀，算是失传曲目，基本上没有人表演了。还有这么两个节目，一个是《戏迷传》，早年间呢，有一位特别有名的一位老演员叫吉平三，他呢有一个钢丝带百代的录音，叫《戏迷传》。老先生去世了，他有个姑娘，他的姑娘呢叫荷花女，在历史上来说，相声界唱太平歌词这位女演员首屈一指。现在也是刚带到的录音，叫波波镇，有时间您往上听听，唱得好。可是呢，这位荷花女17岁就去世了，人家13岁、14岁。就录这百代的录音，不瞒您说，那会儿能录这个钢丝带的演员可不是一般的演员。早年间录钢丝带的梅兰芳先生，还有马连良先生，搁现在来说最起码也是天后啊，歌后啊，给这样刘德华呀，什么还有什么那英啊，这个那个，反正歌曲咱不太熟啊，能说出这么两三位的，还有什么就有名的唱歌唱得好的，还有于谦呢，反正就是唱得好的摇滚天后。哎，这个您拿这说相声来说吧，说相声也您也上过，要是相声迷从小就听。您拿我来说吧，这个我从小就爱听相声，后来能说相声呢也得感谢我们恩师郭德纲老师。从小12、13岁我就听，那会儿听侯宝林的相声，侯大师好啊，三八五什么那个戏曲访谈的，什么戏曲杂谈的，还有像什么很多的什么空城计呀，还有很多新节目，听不着了。可能是92年侯宝林先生去世了，后来听马三立先生，马三立先生也好，那门打国可乐，您瞧瞧我，您都看着马三立了，太亏心了。我比马三立薛伟也胖了那么10几斤啊！哎，马三立先生，听的后来去世了，94岁，老先生。后来听马季，马季也好，马季先生那个全是新作品，《英雄小八路》，很多五官争功都好，听着也去世了。哎，后来听侯文先生。很多呀，头石、头土莲花，还有什么很多新作品，铁路的作品，他应该在铁路啊，听的也听不着了，我就纳了闷儿，听谁死？你说，后来我觉得郭德纲老师的相声不错，好，后来他们就把我打出来了，我说听1分钟，人说半分钟都不成，后来商量说让我呀，让我听于谦老师，所以这玩意儿分。确实很爱，你包括相声迷，还有酒迷，爱喝酒，天天啊，1斤、1斤半、2斤这么喝，喝多了，拿一筷子当鸡爪子吃了一根半。哎，喝多到家了，小区在小区这个那里边，哎，车棚底下找不着家了，喊，哎呦，街坊邻居们，把窗户都开开。瞧瞧我是谁家的嘞？确实好喝酒。你于谦老师就好喝酒，于老师三大爱好吗？抽烟、喝酒、烫头，对，都吃了啊。哎，于谦老师就是喝酒，有时候喝多了，他跟郭老师到外地演出去，喝多了，这个问这郭老师，德纲，这个你看这天上这个这是太阳啊还是月亮啊，晚上都喝完酒2点多了。关键是郭老师回答这句太可恶了，师哥我也不本地人。我也不本地人啊，好好喝多了，有时候说喝多了烧心，外边遛弯去，尤其是给农村我们下乡慰问去，喝完酒找着他了，早上起来8点的火车呀，7点起于老
这猪正睡觉，要是该起来该起来，赶车。他还有意思说话呢，哎，别逗别逗，老婆子，你真是大晚上睡觉，你怎么不脱毛衣呀？正闹着笑话。所以呢，有酒迷，还有什么呀？戏迷，这点题了。今天这戏迷，什么叫戏迷呢？就是吃喝拉撒睡，行动坐卧走，都离不开这戏。早晨起来，戏迷，哎，一睁眼先打一冷锤。什么叫冷锤呀？一睁眼，擦，醒了，打一冷锤。然后呢，撕鸡头亮相，穿衣服。怎么撕鸡头呢？人家穿衣服，拿着衣服来，擦。打龙袍，包公包拯的唱段，唱。
这个刻满，都蹲满了，不得不凑墙了。你说不凑墙，当时将出来，出来之后当另一样一个厕所一看，还不那么寸，一老头这蹲着呢。一看老头啊，他高兴了，就一蹲着呢。哎呦，这肚子越来越疼，想起四句词来，上厕所的词自己编调，你啥时觉得腹内疼痛啊，将身来在一指那坑厕所中啊，用手解开裤腰。瞧点儿啊，蹲了45分钟，这腿都麻了。边上掏出手指来，得擦腚子，就是文言啊。哎呀，呛一看老头还蹲着呢，哎呀，这位老人家难道痔疮犯了不成？犯痔疮了。再看看这个厕所呀，他想出部戏来，什么呀？两郎山令公碰杯。想起这厕所，哪里厕所呀？当庙了，用手一指厕所，啊，这庙是素庙。老头这蹲着呢，腿都麻了，为什么老头不站起来呢？没带纸这疯子他们天天都用来擦一手。哎呀，这儿庙是素庙，一说素庙，老头说呀，这厕所怎么改庙了？用手一指老头，这碑是李陵碑。一指老头，老头这儿蹲着，要坏要倒霉了，这是我怎么改碑了？哎呀，立功行至此时谢天掌柜，差点哭了，心话说这戏你怎么这会儿犯戏呢？都50
子，哎呀娘啊，而我今天也没打鱼没卖钱，改日再孝顺娘亲，一打听这也戏迷了，俩碰一块儿了。这一说这会儿走了，你掌柜也点儿走，干脆我辞退了。辞退人妈一说，这都辞退了干什么呀，这么大人了，你让和平说的又不会，拼夺人设消费人考试也不要，你说干什么呀，这录像现在也不是盯着，不是玩意儿，你这干什么呀，干脆咱们家开一买吧。开什么买的呀，咱家开卖酸梅汤的，妈我呀会熬这酸梅汤，你呀咱们家门口摆张八仙桌子，放上大茶碗，到时候这个壶啊喝上酸梅汤摆好了，弄两碗啊倒酸梅汤为散气儿，这味儿让大伙买，多少钱呢，搁现在说一天一碗。他站在这儿拖起一碗这酸梅汤来，大海碗酸梅汤喝了一口，嘿，酸甜儿，一天一碗讲究吆喝呀，他也会吆喝，一看这酸梅汤啊多少这碗，他戏也又犯了，酸梅汤的词儿得编两句，编两句西皮流水板，一唱这味儿，用手一包碗，啊，街坊邻居们，啊，街坊邻居们，我买一酸梅汤，各位尝一尝啊，啊，嘴上也未听端得响，我这里卖酸梅汤，天下第一美名啊呀，您若不信，尝一尝。这碗摔地下别撒了，他妈一出来，好小子，给一嘴巴，什么事都戏引着，滚！一骂他，他呢，你跟他妈一摆手，拜拜，跟他妈一使眼色，噔噔噔噔跑了，上哪儿啊？哪儿看哪儿玩了吗？你还别说，挨他们家边上呢，有一水上公园，公园门口一分钱买张票，进去之后呢。你瞧啊，一个大湖，有什么呀，那个游览的光光的船，船上呢一大胖子，这个手里边啊拿着一桨摇着船，这底儿呢一看上天上一小姑娘，小姑娘长得漂亮，大高个儿，大眼睛跟驴子似的，眼睛毛忽闪忽闪的，戴小帽子，外边披风衣，哎，高跟鞋，嘿，哎，上来之后呢跟大胖子聊天，那意思呢把我啊这转一圈，我瞧这风景。他上来之后呢，上来船之后一上来没别人，就他们仨人，大胖子呢一摇这桨，这船开了，一摇这桨，各位坐好了啊，开船了，一说开船了，戏迷这戏瘾又上来了，讲一出戏，谭派的打鱼杀虾，站这儿，嘿，你看像这戏唱两句吧，啊，妇女大鱼在火下，大胖子一听，要我改的闺女了，妇女大鱼在火下，家贫哪怕人笑我大，闺女让问过驸马王嫂，给扔河里了，连新买的风衣小姑娘十七八岁大姑娘扔河里，那你干吗？要洗你，你赔我风衣，你赔我风衣，赔我风衣，你赔赔我，不光赔我风衣，你还赔我高跟鞋。怎么意思？鞋跟掉了。哎呀，赔我高跟鞋！一伸手，把这个鞋跟拿过来了。你赔我高跟鞋，赔我高跟鞋。他拿我高跟鞋来。拿我一看，我这怎么赔你啊？啊，小姑娘，难道我用
他这一路嘲笑这戏迷，戏迷一看这此时此景啊，想起落马胡来了，这出戏太恶的，拿这个这划船的大胖子呀，当这大头子一亮，张嘴